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庆。今天呢，我们要来玩《恶灵古堡3》。那记得阿庆在上次玩的时候是小学的时候，因为这款游戏其实已经非常久，是1999年吧，我也不太清楚那时候出了。那时候阿庆才4岁吧。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就开始吧。好，我们玩困难的。This is Chopper Delta, preparing to drop off at area E95070. Over. 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刚刚不能闪避。我们是因为这是难，比较困难。September 28th, daylight. 万通常，举枪是可以闪避的。Somehow.I'm still alive. Okay, we've got to get out of here. What? What do you think you're talking about? I just lost my daughter out there. How dare you tell me to go back outside? I'm sorry about your daughter, but there isn't going to be any rescue. We have to get out of here.No! I'm not going anywhere! I'd rather starve to death in here than be eaten by one of those undead monsters! Now leave me alone! Now leave me alone! 肥宅，把自己关起来。啊？肥宅。Told you! I'm not leaving! Never! 哎呦，好凶啊！好凶的肥宅。他为了节省时间，所以有一些东西就跳过。好，那我们把一些东西放进去，这样应该就可以。那我们为了省子弹，所以有些僵尸就可以不要打，就尽量不要打。我们先捡药草。那僵尸就不要理他。我们要省子弹啊！
好，拿个地图。这边还有两个绿色要走，我们就把它捡起来。有个人在开枪，我们来去看看是什么。好，他被咬了。Get away！ 那我们怎么能坐视不管呢？当然是不要管他。好坏哦。掉了。Brad, hang in there. Why isn't someone doing something about this? I didn't know you were still alive, Jill. The police aren't trained for this kind of situation. What could they do? Listen, he's coming for us. We're both gonna die. What are you saying? You'll see.He's after STARS members. There's no escape. 走了。打火机。我们先把这边的门打开好了，因为它是锁着的，不知道各位玩家怎么知道，它原本是锁起来的。那么回去刚刚的地方。哇，不知道为什么不能闪避耶，可能是简单模式才可以闪避，举枪的那瞬间可以闪避。该走这条路的，这边一堆僵尸。哇，我们刚刚出来就好了，走错路了。刚刚的那个弹珠店那边啊，走错路了。
这里，是这里。哎，弹珠店在这里。这边好像还会有僵尸。哎，啊，受伤了。炸死不要的东西放进去。好，我们这边来调配弹药，然后来存档吧。等下要打吗？好的，那我们把色带放回去。快跑！好，那我们这边要来打魔王了，要小心了，有一点紧张啊。哎呦，这边他一开始会冲过来，好，那跟他对决吧。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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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有点难缠。要小心要小心。对。应该还是。先吃一瓶，先吃补药好了，不然太危险了。太难打了，哇，太难打了吧？哇，再来挑战一次。一定要注意那个，一定要注意一下，注意那个有没有子弹，不然会一直死。
哇，真的不好打。那这边当然都是跟他对决啊。这边要无血了。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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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注意，哇，终于赢了，哇，终于赢了，哇操嘞，哇哇龙白卡，龙白卡，哇，终于赢了这个。啊，太惊险了。那我们先补血好了。
刚刚那个真的是太危急了吧。031好，把头踢爆。那这边有一个蓝宝石，那我们来群打一下。好的，那我们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咯。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点个喜欢并且分享，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每天晚上6点都不会发布影片，各位亲粉们，我们下次见，拜拜。